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开始，我们会推出柬埔寨招聘信息汇总。在柬埔寨当地找工作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频道。第一条招聘信息：公司信息。公司是位于七星海的一家央企公司。招聘岗位：中国籍厨师。要求：一、北方菜系；二、身体健康，讲究卫生。工作内容：负责公司员工餐。薪资待遇：薪资16000元人民币，约2380美金。公司提供签证、劳工证、年假、机票、食宿。上班地点：柬埔寨七星海。第二条招聘信息：公司信息，金边大型房地产公司。招聘岗位：岗位一，人事管理经理一名。工作内容描述：一、项目编制拟定报集团审批，预算编制并根据项目进度进行人员招聘。二、按照当地规章制度核酸发放薪酬、福利，缴纳社保与劳工部对接。三、统筹项目公司年度及半年绩效考核工作。二、行政管理经理。工作内容描述：一、销售、拓展等业务部门工作支持配合。二、统筹行政事务管理，包括档案、车辆、后勤、办公室管理等。任职要求：一、本科及以上学历，行政管理或柬埔寨与相关专业。二、至少3年行政人事主管工作经验以上。三、有一定柬埔寨语基础，能够进行基本日常沟通。四、此工作地点为金边市金边机场附近。五、薪资范围2000美元至4000美元之间。岗位二，置业顾问5名。岗位要求：一、有1年以上房地产销售租赁工作经验；二、熟悉金边房地产市场；三、底薪范围600美元以上；四、语言要求中文或英语。岗位三，策划专员1名。岗位要求：一、需要有各类媒体渠道；二、掌握广告推广和营销；三、熟悉柬埔寨金边房地产市场；四、男女不限，国籍不限；五、工资范围500美元以上；语言要求中文或英语。岗位四，渠道专员1名；工作范围500美元以上；语言要求中文或英语；邮箱地址请参考字幕。以上都属于在柬埔寨合法注册正规公司。海外打拼创业并不容易，希望您在柬埔寨可以尽快落地。谢谢。